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大经可注第1065页，1065页啊，倒数第四行啊，从倒数第四行看起。如是等大威德者，这一句是经文，乃能生佛法广大义门之大师。这个义门是对下句当中此法而言，此法呢就是净土法门。义门者，净土以外种种法门也。经云：涅槃无二路，方便有多门。我们看到此地啊，那么经上所说的大威德者，这不是普通菩萨啊，应该是指别教的三贤。三贤菩萨有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那么大威德者呢，当然称十回向。为什么不说登地？登地《华严经》上讲得很清楚，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。始是初地，终是十地。那么从初地到十地，通通都念佛。这个地方讲不念佛的，那不念佛最高的应该是初地以下十回向啊，十住、十行都能称为威德的菩萨，但是加一个大威德，那就是三行里面的上行啊，就是十回向，它上面呢就是十地菩萨了啊。那么这些人乃能生佛法广大义门之大师，这个义门就是净土法门啊。为什么净土法门成义门呢？
注解上说，净土以外其余种种法门啊，所以经上讲涅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，无量法门，大乘禅宗这一些大彻大悟的长老，测验学人啊，对他的学生，常常啊，我们听到叫口头禅，口头上常常提醒大家，会吗？这两个字的意思非常深广啊，用意很深，是应当要时时刻刻提醒，就像念佛人一样，念佛人的佛号不离口啊，声声佛号啊，相续不断，这是念佛人，为什么一断妄念就起来了啊？妄想杂念统统起来了，这一句佛号功夫得力，得力在哪里？得力在妄想杂念不起啊！这一句佛号绵绵密密，这叫功夫啊，这种功夫，古大德的比喻叫石头压草。什么是草呢？妄想、分别、杂念就叫草。啊，阿弥陀佛是一块石头，把它压住，草生不出来了。啊，如果功夫得定了，念不念呢？心都在定中，那这个草啊，连根拔掉了，那就成功了。啊，石头压草这种功夫，净宗称它做功夫成片，真压住了。初学的人压不住啊，一面念佛，一面大妄想。妄想跟佛号同时起来啊，这是初学人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啊，那念多久才扶住啊，没断，真扶住了，就是念佛的时候纯是佛号，没有妄想杂念，就扶住了，扶住了就叫成片，叫功夫成片，这样的功夫也有三倍九品啊，上品呢叫上倍，就是上三品，他能自在往生，上三品想什么时候走，阿弥陀佛就来接他，就有这个本事啊，想多住几年也没妨碍啊，可以说他生死已了啊，在六尘境界里头他不迷，不迷就是放得下，迷就是放不下，放不下往生还没有把握，完全靠临终那一念了，真正功夫成片是有把握的啊，还有寿命可以舍掉不要了啊，就能往生。那么在念佛功行里头啊，古人念功恨啊，踏踏实实的功夫
得自在，啊，生死自在，啊，想留在这个世间多留几年，决定不是为自己，为自己应该要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为什么？极乐世界是变法界虚空界修行最理想的道场。啊，在这个地方修行，跟在其他地方修行完全不一样。其他的地方就是诸佛刹土，修行时间呢都很长，唯独在极乐世界可以把修行的时间缩短，缩短到你无法想象，你很快速的证得无上菩提。这一种机会只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儿有，除这个地方之外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头都没有。我们一定要认真，要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，要抓住这一生的机会，千万不要错过。啊，断烦恼证菩提，就是八万四千法门，就是无量法门，这叫通途。啊，一般成佛大道，一门是特别法门，跟这个一般法门呢完全不一样。啊，这个不一样的因在哪里？啊，总得有个道理了，我们才能相信啊。因是自己自信、真心啊，真心本来是佛，世尊在观经上给我们说的净宗建立的理论啊，根据什么道理建立的？世心是佛，就根据这个道理。因为你本来是佛，所以阿弥陀佛能帮助你快速成佛。你本来不是佛，佛就没办法了啊，佛加不上力了。那么虽然每个人都本来是佛，要紧的是这个人呢直下成道，佛就教得上。如果你不敢当，哎呀，我一生的罪业，我怎么能成佛？是阿弥陀佛对你就没办法啊。在这个地方，信心比什么都重要，一定要相信自己有佛性啊，自己的佛性跟一切诸佛的佛性是一不是二啊。要相信华严经上所说的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，这个都很难相信啊。我们跟一切诸佛是一体啊，他觉悟了，我们在迷啊，这个迷怎么能破得掉？头一个是信心啊，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
啊，有因得有缘，啊，缘有所缘缘，有无间缘，有增上缘。所缘缘、正上缘都是自己，啊，无间缘，自分。正上缘是外头的力量，啊，所缘缘，我本来是佛，我现在就想成佛，这是所缘。那我不想成佛。佛加持不上，啊，加持是增上缘，加不上，所以要有成佛的心。这个成佛的心要坚定，啊，真正勇敢承认，啊，我有佛心，我的心就是佛，我现在是心作佛。我发心要作佛，这个发心就叫菩提心，无上的菩提心啊，发作佛的心啊。啊，慧能有佛心，如果他不发心作佛，无足忍和尚帮不上忙。啊，他到黄梅无足问他：“你来做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”啊，他回答无足：“我来做佛，不为别的，就来做佛。”无足就真帮助他。啊，你看怎么帮助他？《坛经》上记载的。啊，禅堂。一次一支香也没做过，讲堂一座经没有听过，在黄梅八个月，我们能看得出来，《坛经》上记载，这个人老实听话正干，他具备了这个条件。啊，叫他到对方冲米破柴，他就老老实实在那里干活。啊，八个月，我相信他没有离开对方啊一步，因为他对这个道场外头都不熟悉，讲堂在哪里，禅堂在哪里，他都不知道，甚至哪个大殿在哪里也不晓得，没去过。啊，只是叫他老老实实真干，啊，干什么？冲米破柴，啊，别人看不出来呀、啊，他在那里做义工啊，修苦行啊，啊，没有想到那是甚深的深妙禅，谁知道呢？慧能大师自己知道，无足知道，啊，除这两个人之外，黄梅那些在家出家都不知道，啊，这就是什么慧呀、啊，慧了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冲米是佛法，破柴是佛法。啊，前面我跟诸位报告过，正是《楞严经》上所说的二十五圆通。啊，释迦牟尼佛问这些大弟子：“你们现在都成无上道了，都是法身大士了，你们怎么成就？”啊，这些菩萨出来做代表，二十五个人，代表
无量法门，把无量法门归纳为二十五类。啊，这二十五类是什么？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、三六一十八，另外有个七大：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、见、识。啊，十八加上七，二十五。这二十五大类，把所有法门全部包括了，一个都不漏。妙，佛法真妙啊！有人从眼根、色尘、尘物上道，观世音菩萨耳根深沉尘物上道的啊，慧能大师在这二十五门，他是哪一门？他是深根粗尘，深根在粗尘上尘物上道的。为什么？他冲米要用身体，破柴也要用身体啊，他是深。戒除他干的工作，这是尘。啊，拿楞严经来作证啊！我们知道能大师是怎么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的。啊，功夫是八个月，八个月深根对促成，练什么功呢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就念这个。如果根尘相接触，里面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这个人是凡夫，六道凡夫。我们现在都是这样的。根尘相接触，不执着，有起心动念，还有分别，但是绝对没有执着，这个人是阿罗汉。啊，如果是小乘到这个境界，他证阿罗汉果，具足六种神通，啊，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宿命、神足、漏尽土，啊，六通先前。啊，如果再向上提升，根与尘相接触的时候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大威德者。三贤菩萨加上大威德，那就是上贤社会相。因为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呢，就登地了。那登地，地上菩萨始终不离佛号，他就念佛了。啊，他没有往生极乐世界，他随时随地可以到极乐世界去听阿弥陀佛讲经，他有这个本事。啊，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走得很近。为什么不求往生？这是学习的习气不一样。他学某一个法门，他行习惯了，同样可以达到这个境界，不必再换题目了。啊，多数是这种情形。啊，极乐世界对他毫无障碍。啊，所以慧嘛，就是
在一业法里头不能执着，不能分别，不能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，分别是尘沙烦恼，执着是见思烦恼，三种烦恼统统具足，就是六道众生。啊，见思放下了，证阿罗汉果；尘沙放下了，菩萨。啊，一般讲三贤菩萨。啊，无明烦恼放下了，这就明心见性，见心成佛。啊，这是真的成佛。天台大师讲，分真即佛。啊，不是究竟，因为见思烦啊，这个无明烦恼放下了，不起心不动念了，无明烦恼的习气没断，那个习气不好断，没有方法断。因为你要强断，你不就起心动念了？起心动念就是无明，无明不能断无明习气，只有增长无明习气。啊，所以见思烦恼的习气可以断，尘沙烦恼的习气可以断，无明的习气没有办法断。这个时候叫无功用道。什么方法呢？随他去吧，不要去理会他，时间久了自然断了。啊，古人在这个时候他有个比喻，好比酒瓶，酒瓶里面沉的酒，啊，装的酒，酒倒掉擦干净了，确实一滴都没有了，闻闻还有味道，那叫稀奇。那味道怎么办呢？除不掉啊。啊，酒瓶放在那，盖子打开，放个半年，放个一年再闻，没有了，那就断掉了。所以无始无明习气没有方法断的，是让它放在那，不要去管它，绝对不要去理它，不要去想它。要多长时间才断得干净？三个二僧祇劫。三大二僧祇劫是对这些人说的，不是对我们说的，我们没有资格。啊，真正把无明断掉了，就是起心动念断掉了，还要三个二僧祇劫才证得妙觉果位。啊，无上真等真觉，等觉上头还有，妙觉上面没有了，叫无上真等真觉。证到这个位置呢，给诸位说，十宝庄严土没有了。啊，这就要晓得现实的世界从哪来的。啊，我们现在这个六道，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从哪里来的？啊，这个科学里头讲，宇宙从哪来的？万物从哪里来的？生命从哪里来的？我从哪里来的？啊，佛的答案很简单，见思烦恼来的。啊，什么叫见思烦恼？见是看，你没有看到事实真相，你看错了。啊，思是想法，你想错了。啊，你的见解跟你的思想完全错误，这个错误的果报就是六道轮回。啊，错误里面有善恶，善的感应三善道，错误的感应的三恶道，通通出不了六道轮回。要想出六道轮回，
善恶两边都放下，不再执着了。啊，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执着就证阿罗汉果，就超越六道了。就是，好像做梦醒了，六道痕迹都没有。啊，所以六道不是真的，不能执着。大乘经讲得妙啊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连法都要舍，法是什么？佛所说的一切法。金刚经上说的很好，这一切法呢，如法喻者，好比过火。啊，我们用一个助法或者是末法，用这个工具渡过去。佛法是个工具，渡到那边了要舍掉，如果不舍掉了，你上不了岸。啊，一定要舍掉。啊，你才能脱离六道轮回。脱离六道之后啊，又一个梦境。设法界。设法界是个梦境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脱离六道，六道醒来，六道没有了，看到是什么？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，看到是净土，六道是秽土，啊，这净土现前了，不值得留念。这个里头人通通没有执着，有分别，有起心动念，所以。分别起心动念，变现出四圣法界，啊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变这个法界，啊，这个不是究竟的，还是一场梦，啊，这个梦就是无始无明变现出来的，就是起心动念，啊。所以一念不绝，啊，就这个原因，现这个境界。那么不一念把它断掉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设法界就没有了。啊，在这个梦中醒起来了，醒过来之后，设法界的痕迹也没有了。看到什么呢？看到一真法界，啊，一真法界就是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。什么人住的？法身菩萨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这些人没有成，不是究竟圆满佛，他是真佛，他不是假佛。真佛假佛从什么地方分？用阿赖耶的成佛叫相似即佛，不是真的。用真心，用真心，他就是真佛。虽然用真心，他的习气没断。啊，这个要知道。你看，在佛门里面讲得很清楚。阿罗汉断见色了，出六道了，有习气。啊，在四圣法界、声闻法界，声闻法界修什么？就是把习气断掉。习气断掉之后，他就变辟支佛了。啊，辟支佛，见思习气没有。啊，见思烦恼断了，习气也没有。阿罗汉有习气。啊。见思修什么呢？见思破尘沙，尘沙烦恼断的时候，他升级了，他是菩萨。啊，菩萨要断尘沙习气，尘沙习气断掉之后，这个菩萨
真的佛果了，十法界里面的佛啊。所以十法界里面的佛啊，尘沙烦恼包括习气，见思烦恼也包括习气，统统断干净。他要断的就是起心动念，就是那一念不绝啊。他不起心不动念了，十法界就没有了啊。这十法界是假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不能执着啊。十法界没有了，他看到的什么？看到是十宝图，一真法界。所谓一真，这个境界里头没有生灭，设法界有生有灭，是生灭法。为什么？阿赖耶变的，阿赖耶是生灭，所以他变的所有境界统统是生灭啊。那么他把这个起心动念断掉了，就转八识成四智啊，他离开生灭了，生灭的境界消失了啊，也是一场梦醒了。梦醒之后那个境界不生不灭，慧能大师所证的境界就是这个境界。这个境界你所看到的清净，身心清净，一尘不染。所以他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，不但清净，没有生命啊，人无量寿，寿命很长，没有生老病死，没有这个现象啊。生老病死是生灭当中见到的，这个境界里没有生灭了啊。但是呢，他习气不断，习气很难断，要三个阿僧祇劫才能断干净。在三个阿僧祇劫里面，佛将他们习气厚薄说成四十一个等级啊。这语言叫四十一个等级，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啊。他们带的无始无明习气厚薄不相同，位置低的带的多，往上面去的带的少，等觉带的最少，那一点点就断掉了，它就成妙觉了。那一点断掉之后怎么样呢？断掉之后给诸位说，十宝图没有了啊。《金刚经》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没有说十宝图除外，所以十宝图没有了。没有，他看到什么？常寂光，就是他这个时候入常寂光，入常寂光才是究竟圆满，才是真正跟一切诸佛如来共同一发身。常寂光就是发身，发身没有相，发身是光啊。常是永恒不灭，即是清净不染，绝对没有染污，没有动摇。它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谁见到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八地以上见到，虽见到不能入进去啊。为什么？他还有一点点残余的无明习气没断啊，必须到等觉最后那一分习气断干净了，自自然然就融入常寂光了啊。常寂光好比我们房间里头的灯光，几十种灯光啊，你只要灯一打开，光跟光融在一起啊，你才晓得
我们有这么一个概念，啊，十方一切诸佛都变成光了，光跟光融在一起，分不出哪个是这个，哪个是那个了。一切诸佛所修的无量无边功德都变成自己的，啊，把所有诸佛功德通变成自己的，我自己修的也变成大家的，是在这个境界里头。这才叫真的究竟圆满的 那么在这个境界里头什么都没有啊，三种现象都没有啊，阿赖耶的三种现象，业相、转相、境界相没有。科学家也讲三个现象，自然现象、信息现象、物质现象，统统没有，这里头全没有。但是全没有了，佛用一个空，叫它做真空。啊，真空不是无，为什么它会现象？它遇到缘，它就会现象。啊，六祖能大师最后一句话：“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”能生万法就不是无。啊。一切法都没有，不能说它有，所以有无都不可以执着啊，根本没有有无的念头，有缘就现行，众生有缘求佛菩萨帮助他就现行啊，他现行没有起心动念，如果起心动念他就退转了啊，他没有起心动念啊，那现什么身说什么法呢？是众生楞严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，众生喜欢佛他就现佛身，众生喜欢菩萨他就现菩萨身，随着众生的念头现身，随着众生的念头说法，他没有一定的身，没有定法可说啊，完全是自信相应学佛到这个地步就毕业了，就圆满了啊，再也不会堕落了，再也不会有那什么一念不绝了啊，我们最早这一念不绝，什么理由都没有。啊，佛跟你说真的，这一念不绝是根本不存在，完全是你的妄念生出来的。啊，第一个妄念起来之后，第二个念头还是迷不绝，这样子累积，成就变成阿赖耶。啊，这把宇宙啊，一切万法的根源找到了。那怎么证得？放下就证得。啊，看破是智慧，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。啊，真相了不可得，自信什么都没有。啊，是不可得，现象是假象。全是生灭相，生灭的频率多高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灭你无法掌控，1600兆次的生灭你根本就没有感觉，这个生灭现象在哪里？就在我们现前，我们肉体是的，桌椅板凳是的，啊，这房屋是的，啊，这个地球是的，所有一切六根接触到的，统统都是的，假的。啊，那么这么高的频率，这个生灭，谁能见到？佛见到，
佛为什么见到？佛清心呢，定到基础，修定，修定这个定呢，要达到自性本定，你就见到了。自性本定是什么？慧能大师讲的第四句话：何其自性，自性呢，本无动摇，那是自性本定，也就是真心是不动的。不动的里面呢，再微细的动，他都知道。极其微细的动，他晓得，他就能跟他起感应道交。啊，这个时候度众生才叫度圆满呐、啊。等觉菩萨不行啊。等觉菩萨还有那一份身相无明没破、啊、极其微细的那个波动啊，等觉菩萨不知道啊，必须完全回归自性，就完全知道了啊，才能与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，才能普度得到大圆满。啊，佛给我们说的这些事实真相，而且告诉我们，拔地就能见到了，就感触到了。啊，七地以前没有感觉，拔地感觉到了，往后九地感触就深。十地更深，啊，十一地跟佛差不多了，差那么一点点。啊，经宗啊是一门，特别法门，是阿弥陀佛发的大心。啊，发这个心不容易。设法一切诸佛如来都没有发这个心，为什么？进入状况之后，他在定中了，他跟这个苦难众生的时候脱节了，知道有苦难众生，他心发不出来。我们必须知道，阿弥陀佛发心是在做比丘啊，不是菩萨。菩萨不会发这个心，阿罗汉也不会发这个心，他比丘发的心啊，发了个心，他是真发心啊，不像我们一般人发了心啊，发了不算数啊，他不干啊。啊，不但别人发心，我们不相信啊，我自己发心，我也不相信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不能兑现嘛。遇到外面境界会动摇吗？啊，眼耳鼻舌身这六根。外面是色身香味触法，根尘接触的时候起什么？起贪嗔痴慢疑。啊，不了解的时候怀疑。啊，了解的时候就贪。啊，起贪嗔痴，傲慢，搞这些。啊，把自己度众生那个心啊忘得干干净净。啊，有人提醒一下，发菩提一心一向专念，哎，想起来了，但是第二念呢又忘掉了。啊，总是没有办法不受外头境界干扰，不受外面境界动摇，
做不到。他已经养成习惯了，无始劫以来，老毛病、老习气、老习惯，自自然然他就归到那边去了。啊，这佛难教啊，众生业障太重，这就是业障太重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的榜样，我们看到了，我们做不到。啊，他19岁出家，舍弃王位，舍弃荣华富贵的生活，去做苦行僧。啊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他要去过那个日子。我们今天人做得到吗？敢发这个心吗？不敢呐。啊，这是我们业障太重啊，业障太重啊，我们的身体就比不上佛啊。佛晚上在野外生活，啊，你看风吹雨打，白天太阳晒，他不怕了。那个身叫金刚不坏身呐、啊。我们要过那个生活，一晚上，大概第二天加护病房去了。还要许多人来照顾你，啊，这是真的，这是事实真相，啊，但是我们看到了，对于物质生活的需求，要减到最低限度，啊，远离。流程，避免干扰。啊，所以为什么出家修行人要找一个山上人迹不到的地方？啊，佛非常慈悲，对我们生活非常了解。啊，告诉我们附近村庄。距离不要太远，太远透波不方便。啊，希望在三里路这个路程，你透波方便。啊，找个小山丘。啊，古时候人少，现在地球人满为患，人太多了，找一个安静地方找不到了。这个自己要清楚，要明了。啊，大乘法里头高，小乘法是先求自利，正果之后再利他，大乘是自他念力。啊，自利也得要利身，利身。也要不能忘记自理。啊，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在修行。啊，大乘慧在先。小乘行在先。啊，没有行哪来的慧？啊，这个顺序绝对是持戒、得定、开慧。啊，慧透出来，这才管用，自己真正能得受用。啊，智慧不开，不得受用。不得受用，换一句话，那就是造业。得受用叫成就功德。智慧
是看破，功夫是放下。啊，我非常感谢张家大师，第一天见面他就把这个东西交给我，告诉我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就是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，看破放下相辅相成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。啊，那是我刚刚接触的佛法，大概一个多月，我见到老人提出这个问题，有没有佛门，有没有方法能让我们很快契入境界？他告诉我六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。啊，我向他老人家请教从哪里下手，他教我修布施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。啊，布施要讲求三轮提供，不着相是功德，着相是福德。啊，福德不能出轮回，果报在三善道。啊，不着相呢是功德，果报是超越六道轮回。这个连小乘都知道，小乘要是着相，出不了六道。啊，一定要懂得三轮提供，不着能不施的我，不执着所不施的物，也不执着接受不施的人，叫三轮提供。这种布施是功德，啊，无论是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，全是功德。啊，我常常跟同学们在一起分享，我说的更白，不要把这些放在自己心上。啊，断恶修善真干，但是不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放阿弥陀佛就对了，除阿弥陀佛之外心里头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这就如法了。如果心上还有法，金刚经上说的法上应是，何况非法，事出世间法都不可以放在心上，因为心是清净的。啊，兰大师给我们做证明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我们把东西放在心上，心就被染污了。啊，这个心就肮脏了，就不清净了。啊，净宗是一门，只许供阿弥陀佛，啊，供养阿弥陀佛，只许这一句佛号，真高啊！经放进去行不行？不行，经里头还是乱七八糟的，还是怕执着。经是叫你明，帮助你起心，你通通搞清楚了，信心足了，那就够了。啊，不要再把经放在心上，啊，不需要放在心上，啊，一切经别人问你自然就出来了，它从自信变现出来的，啊，不需要记在心上，心里头确确实实干干净净，清净心、平等心，清净心是声闻缘觉，平等心是菩萨。
啊，清净心小觉悟，声闻缘觉的觉悟；平等心大觉悟，啊，诸佛菩萨的觉悟，清净平等觉悟，都在经体上啊。啊，你得的功德，得的受用，得的智慧，就是经体的上半部。大乘代表智慧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；无量寿代表功德，真实功德。第一功德就是寿命，无量寿；庄严就是相好。啊，没有一样不好，没有一样是有欠缺的。啊，那么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，全在这一部经里头。这部经细细给我们说明，字字句句是无量意也，不可思议。啊，一部经就够了，不要再搞第二部了。啊，这部经两个作用，帮助我们升起信心。因为有信心，我们才发愿。说愿心是从信心来的。啊，那么再有一种用处的时候呢，就是极乐世界境界现前的时候，这个经可以跟我们做对照，是真的是假的。所现的境界通通是经上讲的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如果现出的境界跟经上讲的不一样，那是魔境，那不是佛境，所以给我们做证明。啊，我们有这个标准，知道是真，知道是假。啊，经到最后啊，就这两种作用。啊，一切力量全部归在这一句名号阿弥陀佛，这名号啊。啊，初学的人不一定会往生，加上南无，这莲池大师教的。莲池大师教别人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别人问他，你老人家自己怎么念法，他说我念阿弥陀佛。那为什么不念南无呢？南无字太多了，六个字，我念四个字，减少三分之一。那为什么越少越精？啊，一点都不杂。啊，我真想到极乐世界去，南无那是恭敬的意思，是礼拜的意思，是归命的意思，那客气话不要了。我就是阿弥陀佛的弟子，真弟子，啊，什么对阿弥陀佛什么客气话都不说。啊，佛教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，经常讲智持名号，那名号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依教奉行。这就对了。啊，那么经云，涅槃无二路，方便有多门。啊，我刚才举出六祖慧能，啊，深根对促成，他会有。那根尘相接触的时候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八个月的功夫，他成就了。啊，他跟五祖心心相印，他到什么程度，五祖知道，所以五祖看他成就了，就宣布。
传法，传一波。啊，能大师，人老实，啊，一般人瞧不起他了，没念过书吗？没有跟他接触过，不知道，接触的人都是五体投地，没有不佩服的。啊，没有接触不知道，看他是个乡下佬啊。没有知识，瞧不起他。啊，五祖把衣钵传给他了，没有人服气。大概都说五祖老糊涂了，怎么会把衣钵给他？啊，大家分头去找，想把衣钵抢回来。啊，猎人对猎，躲避15年，那是什么呢？同门的嫉妒障碍嘛。啊，15年这么长的时间，大家把这个事情慢慢淡忘了，他出来了。啊，遇到印宗法师，印宗法师很有名望，很有地位。岭南的一位大德，啊，得到他的赏识，啊，他真做出来了，大家没话说了，啊，给慧能剃度，印宗是能大师的剃度师，但是剃度之后呢，他拜六祖为老师。拜慧能为老师，是慧能的得法弟子、法子。谁掌传稿啊？这叫抬举啊！印宗一下就把六祖的能大师身份地位抬到顶峰啊！啊，他那么大的德行，那么大的声望，现在来拜。六祖啊，做老师，还有谁不服？啊，还有谁不尊敬？所以六祖弘法利生非常顺利。啊，那我们晓得，印宗那是佛菩萨再来的，不是凡人的，凡人做不到啊，凡人有嫉妒障碍。啊，佛菩萨再来的，表演给我们看。啊，那是舞台，我们得看清楚。啊，才把里头的门道看出来。啊，不能只看热闹，不懂门道。我们再往。下面看见了这处子，是诸菩萨虽能于佛法中开显净宗以外之种种方便法门，啊，这就是许许多多的菩萨，个人缘分不一样，啊，他在诸佛如来的典籍当中学得很多啊，啊，但。以未闻此法，这个此法就是无量寿经净土法门，他没有遇到啊。那么在那些菩萨当中，就有业义菩萨退转无上菩提啊。为什么退转？他修学这个法门，无论修哪个法门，没有得定，
没有大彻大悟，没有明心见性，出不了六道，那又去搞轮回了，搞轮回就退转了。啊，虽然有善根，不知道他有没有缘分，啊，善根福德因缘，通通都去除，才能遇到佛法。啊，遇到佛法才生欢喜心，才肯接着干。啊，如果有傲慢的习气，有贪，这个贪欲的习气，虽然学佛，多半都求福德，以修福为目的，他没有念头出离六道轮回啊，没这个念头啊，决定还在六道，这个麻烦就大了啊！遇到净宗，这就是稳稳当当超出了啊！为什么？他不要断烦恼，他只要伏烦恼。只要你能把烦恼控制住了，控制比断烦恼容易太多了。啊，控制我们凡夫可以做得到，断做不到。断只要一断就是圣人。你看，无中见惑断了，证虚陀洹果，虚陀洹是圣人。啊，就转凡成圣，虽然是很小的小圣。他寿命到了升天，天上寿命到了到人间来，人间寿命到了又升天，他就是人天两道，决定不堕三恶道，决定不堕阿修罗，啊，他保证了。而且呢，天上人间只有七次，七次就脱离六道轮回，证阿罗汉果了。他证得的叫威不退啊，他不会退到凡夫。难啊，真难啊。啊，不信我们自己可以试试看。我试了几年不行啊！啊，看到文殊普贤修净土，真没话说了。这是我们年轻人心目当中最了悟的样子啊，所谓典型。最崇拜的啊，通通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成就的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然后再回头细心观察善财童子啊，善财。是文殊菩萨得意门生的最好的学生呐。他学什么法门？啊，他在老师麾下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成就根本智。啊，老师叫他去参学，啊，介绍他吉祥云比丘四十华严的，
吉祥云是他第一个参访的人，老师自己介绍的。啊，他修什么？波州三昧。波州三昧是初住以上菩萨修的，不是凡人。为什么？他一期九十天，九十天不能坐下来，不能躺着睡觉，啊，九十天不眠不休，普通人没有这个体力了。啊，日中一时，只可以站着，只可以走动，啊，不可以坐下来，不可以躺下来，啊，一期九十天。一句阿弥陀佛，愿生极乐世界，在波州三昧，所以叫佛列三昧。啊，吉祥云比丘给善财童子说法，跟他讲了21种念佛法门。这21不是数目字，是表法的，密宗的表法，表大圆满，就是无量法门，门门都是念佛法门，妙极了，没有一法不是念佛法门。正是华严经上所说，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。啊，这个一是任一，不是独一。啊，任何一法，它法门是通的。啊，都是皆定慧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后面讲的何以故？为什么？一念佛三昧，是三昧中王。啊，三昧是真定，就是禅定。啊，无量法门，包括念佛法门，通通修的是禅定。不修禅定，不是佛法。什么叫禅定？立一切法，即一切法。啊，离是放下，一切法通通放下了，就是念佛法都得放下。那佛没有法，佛法因缘生，因缘生是世间法，佛法也是因缘生。啊，因缘不具足，佛法不会现前。所以佛法也是个生灭法，不能执着。啊，你得到的就受用了，你不要执着它，这就对了。得到受用还想执着它，错了。为什么呢？着相了，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了。那个一切法是明心自见性的，啊，是诸法实相啊，啊，立相才能见到实相，执着你怎么能见得到呢？哪有这种道理？啊，三昧当中，念佛三昧最可贵了，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，是三昧中王。若不听闻修习，虽于就近自觉故，啊，难于，啊，可以自觉，就近自觉做不到。
啊，所以听闻这部经重要啊，听懂了，听明白了，依照经典讲的理论，依照经典讲的方法，把自己的观念修正过来，我观念错误的，思想错误的，言论错误的，行为错误的，把这些错误统统修正过来，叫做修行。啊，修正行为，错误的行为叫修正。修正之后呢，要落实到生活，叫习。啊，习就在日常生活用上了。啊，生活用上了，工作用上了，待人接物通通用上了。那换一句话说，能大师在黄梅八个月就是这样的。啊，他真正得到三昧，而且通通用上了。啊，从三昧得自觉。啊，五祖半夜召见他，给他讲《金刚经》大意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究竟自救。怎么知道他究竟自救呢？他提出了报告，他听法所觉悟的，说出五句话，那是他的报告。五祖一听，真的就进去了，自觉了，衣钵就给他了，叫他赶快走啊。啊，老和尚对佛法事法了解的透彻了，不是一般人能够相比的。啊，准备好的船，准备好了。啊，让他坐船往南方走，你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。啊，三天。老和尚才打开自己疗房的门。啊，三娘走远了，不容易追到了，走远了，放心了。啊，开门跟大家见面。人家以为老人身体不好，睡了三天觉，起来时候告诉大家，一波走了。这大家才觉悟，这三天没有看到慧能，慧能不见了，告诉大家一波走了。啊，果然没错，大家分头去找。啊，真的被慧明找到了。啊，找的人只有慧明一个，遇到时候他就是来蹲一波的，他把一波丢在路上。自己躲起来，啊，衣钵不重啊，慧明是四品将军，啊，没有出家的时候他是四品将军，但衣钵他拿不动，他立刻去救我了，护法神守住，啊，四品将军，这几件衣服都拿不动。所以马上就忏悔，啊，就大声叫，啊，叫行者，叫这个能大师，啊，我不是为衣钵来的，我是为求法来的，啊，为求法，慧能就出来了，坐在石头上，啊，慧明跪在地下。啊，
他的一句话，叫他不思善，不思恶，就是说，把所有的念头统统放下，一念不生。这个时候问他一句话：如何是名上座本来面目？他在这一句话当中觉悟过来，就开悟了。这是能大师第一个得徒的，他一生在他手下43个大彻大悟，慧明是第一个。为什么？慧明在黄梅那么多年，用的都是妄心，都是分别执着。这一念之间呢，把分别执着放下了，才知道放下的可贵呀，不放下搞一辈子不行啊！为什么不能成就？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，都放在心上，造成障碍。为什么他在黄梅那么多年不能开悟？在慧能之下，一句话就开悟，真心，一念真心。一念真诚，一念就底下一念就不迷了。慧明还接着问一句：除这个还有没有秘秘密？难道秘在汝边，在你自己那边，外面没有，别人也没有，佛菩萨也没有。就在你自己心里头，这个慧明帮大忙了，碰到最干的人，告诉他这条路我看过没有，别的地方去，让他平平安安脱离这个追踪的队伍，就究竟自觉是需要放下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包括佛法。佛法在我们着相的众生完全没有能够把法放下，这个时候可以帮助，都是帮小忙，但是这些忙一定要知道，都不能够了生死出三界，没有法子脱离六道轮回，只有念佛能超越。念佛要能不着相，这经上都讲过的。这个不着相是不着一切境界相，执着念阿弥陀佛的相，执着名号的相，其他的相都没有，必定得生。为什么？你得这个就是普通人讲的一心，一心专注，一心细念，是这个意思。不是一心不乱，跟一心不乱很接近，没有真正到一心不乱。一心不乱，烦恼断了，烦恼没断，但是扶住了，决定扶住了，烦恼不起作用，功夫好的。能不受外面境界干扰，所以六根在六尘境界里的修行呢，修什么？不受干扰，不是叫你不看，叫你看不受色相干扰，叫你听不受音声干扰，你的心依旧保持清净。第一步功夫平等是高，先保持清净，不被染污，
啊，不受影响，这就好。是再者呢，念佛法门是普被三根经中之经啊，这个法门上中下三根全都用得上，上上根人等觉菩萨，下下根人无间地狱众生，啊，无间地狱众生还能得度吗？能。为什么能？他过去生生世世修念佛法门，虽修念佛法门的造地狱业，他不能往生堕地狱去了。啊，这些人谁度他呢？地藏王菩萨度他。地藏王菩萨到地狱也度有缘人呐。啊，要是过去生中不是念佛的，地藏王度不了。啊，都是念佛人，都是修过这个法门的人。啊，造作众业堕到地狱。啊，菩萨来度他，让他醒悟过来，认错。啊，忏悔，后不再造，发愿求生净土，阿弥陀佛都来接。啊，真正是所以救法界众生平等得度。啊，地狱众生只要是佛来接引他往生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他的品位不见得是下下品，也许很高的品位。所以对于做错事情的人，我们不能小看他啊，不可以责备他，说不定他将来在极乐世界比我们地位高。一切要用恭敬心对待，用真诚心对待。啊，这一生没学佛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学佛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他自己都不知道。啊，自己不知道是被五欲六尘障碍住了。啊，他对这个有很深的情执，不肯放下，这是他不能往生。啊，一旦觉悟了，他这一放下，他的功德显现，说不定我们还比不上他。一切法都是决定在一念，这个一念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，也就是一秒钟当中啊，有一千六百兆个一年，这么多的一年，你能掌握其中一年，就开悟了。啊，他真的是太快了，无法掌控，连觉察都办不到，怎么能掌控？啊，这才知道难呐，难就难在这里啊。这个难呢，佛都帮不上，没有人能帮忙的，啊，一定要自己解决。啊，佛能帮助我们的，只是把事实真相说出来，说清楚，说明白。啊，解决问题完全靠自己，要放下。
啊，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才知道，不肯放下是真吃亏了，不肯放下的人是真错了啊。啊，进是小路，小路是进路，进路当中的进路，没有比这个更快速更进的路，就是净宗法门。啊，说若不闻之此法，啊，你没有缘分，没有看过这个经本，没有听过这个法门，这难于普度有情，俗脱生死。啊，这就难了，没有能力普度。啊，那就是上中下三根，你都能帮得上忙，净土这个法门能帮。啊，遇到等觉菩萨劝他念佛，他很快能够证得常寂光。啊，无论哪一种根性的众生，遇到净宗法门都能普度，而且呢，俗脱生死，就在这一生，不要再等来生后世，这一生就解决问题，这是圆满利他之心。啊，任何一个法门不敢说圆满利他，净宗确实圆满利他。于自身呢，在八十于艰险之途，这个八十艰险之途，这是说六道修行难啊，时间太长，进一步少，退得多。啊，道心跟欲念两个相比差得太远了，道心力量薄弱，欲望的力量太强了。啊，所以修行人初学最重要的克服自己的欲望，啊，他就会有进步。欲望不能克服，他不会有进步。啊，总是进进退退，细心观察，他进得少，退得多。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与众生呢，则导引于坑坎之路，自己没有搞清楚，叫别人很可能叫错了。啊，把他引入歧途去了。啊，那就很可惜。前年2012年，刘树清居士表演自在往生，给念佛人做个证明。啊，这是他的妹妹刘素云在他面前很感叹地说了一句话，
净土好啊，大家不相信。如果能有一个人来表演一下，让大家生起信心，那就好了。他姐姐听到了，告诉他，我来表演。啊，发心，念佛求生净土。他学佛时间不长，啊，他妹妹学佛时间长，大概学佛只有4年，啊，他妹妹学佛有10几年，念佛不多，因为他是家庭主妇，家里人也不少，家里事情都要自己做，没有时间念佛。也没有想到念佛，那妹妹这么一说呢，她就真发现，我来表演，啊，在阿弥陀佛面前、佛像面前发愿，啊，求佛来接引她往生。念佛不到一个月。往生前8天，刘淑云听到一个声音，这个声音是苏木字，啊，听得很清楚，2012，112112，这么一组苏木字，他把它记下来，心里想到，是不是他姐姐往生？啊，2012年，111月，21号，12:12，他把这个数目字给他姐姐，他姐姐笑了一下，没说话，收起来了。果然是在这一天，一点都不错。8天前，他得的信息。这一天大家都到底下人去聊天呢，有说有笑啊，啊，12点时间一到，他姐姐告诉大家，跟大家再见，啊，我要走了，到极乐世界，啊，阿弥陀佛来接引我，我看到莲花了，啊。他爬上莲花那个样子，虽然躺在床上，那个动作是爬上莲花，人就断气了。啊，真的是自在啊，一丝毫痛苦没有啊！啊，爬上莲花那个样子，动作让大家看到。他告诉大家，他寿命还有10年，不要了，提前走了。啊，真有发心的人做样子给我们看啊！啊，这都不是普通人。一生辛苦老实心地善良啊，最后做这个榜样给我们看啊。那一天往生有录像，有一个光碟啊，不知道此地有没有啊。大家在一起聊天，有笑有说，非常欢喜，时间一到马上就走。所以
自己要知道走近路，不要兜圈圈，啊，不要走弯路。帮助别人，也要指导他一条平坦的大道。啊，不要受很多折磨，折磨也是免不了的。为什么？消业障。为其如来方便，难如一尘怨海。是故将有一一菩萨因未闻此法而退转于无上菩提。啊，经上佛告诉我们这个例子，这个例子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么多的菩萨没有缘分，啊，能听到这部经这个法门呢，是大善根、大福德、大因缘。啊，这个不是假的。弥陀经上说的，不可以少善根、福德、因缘得生彼国。啊，有机会啊，听到的都是过去累积的善根、福德、因缘，现在现前。尤其是这个本子，因为这个本子心汇集的，汇集成在抗战时期，战争还没有结束，啊，汇集成战争结束之后，大概只印了两次。啊，分量不多，看到这个本子的人不多。啊，台湾是绿行法师从山东到台湾来，带了几本。啊，绿行老法师，他在台湾出家的。啊，在大陆他是军官，他是中将阶级，啊，是个高级军官。常常听夏莲居老居士讲经，啊，也算是夏老居士的学生。啊，到台湾来的时候。带了几本，啊，送给台中李炳南老居士。李老师大概也印了两次，一次大概都是1000本，分量也不多，所以很少人看过、看到过。啊，老一辈的法师。我们上去这一辈，啊，这个出家的法师没有看过这书，啊，注解就更厚了，注解连李老师都没有看过，啊，我们海外大概看到注解我是第一个人，84年。啊，还是85年，我记不得了，不是84就是85。我在美国，啊，黄念老被一些密宗同修请去弘法，他是密宗的上司，啊，传密法的金刚上司。那么在美国。我们没见面，通了电话。啊，我知道这个人是没关系的外甥。没关系是李老师的老师。啊，他是夏莲居的学生。啊，家学底子就厚。
啊，救苦，在当时佛教界是很有声望、有地位的老居士。啊，那么这个本子前面有一篇序文，很长的一篇序文，介绍这个序文是没关系写的。李老师看这个序文看了好几遍，啊，非常欢喜啊！啊，自己就用经本，在经本上面用毛笔行书，注释这个本子。啊，每一注本，这个本子也很少人见过。啊，老师曾经讲过一遍，那个时候我不认识他。我到台中去之后，他把这个本子给我了。啊，他老人家写的东西我看得懂，没障碍。我拿到这个本子，我非常欢喜，我就想试试看来讲这个本子。啊，正好那个时候图书馆成立，韩彦泽馆长他50岁，我说50岁做生日，我们来讲无量寿经。啊，他印了3000本。啊，我到台中把这个信息向老师报告，老师说不行，这个经你不能讲。我说为什么？时候没到。啊，这个经有争议，障碍来了，你的能力不够，你挡不住。啊，叫我收起来。啊，我们只好收起来，讲楞严经。啊，一直到李老师往生，往生的是之后，我再回到美国，我把这个本子带到美国，就没住的本子。啊，那边同修大家看，每个人看到都欢喜。啊，大家发心来翻印，就印了10000本。啊，没住的本子印了10000本，在国外流通。啊，那么在国内大概也有2000-3000本，啊，才有一些人看到啊。我在美国、加拿大，大家都要我讲经，我在那边就开讲了。啊，那个时候这部经从头到尾讲一遍，没有念老的注解。啊，完全是依照李老师的每注，我讲过10遍。啊，大概每一遍都是100多个小时。啊，不超过200小时。啊，念老的只带了一套注解到美国，是有印的本子，未定稿。我问他，有没有版权？他你问这什么意思？我说没有版权，我在台湾翻译。有版权，我要尊重你。啊，他说没有版权，还要我给他写篇序文，要我给他题词。结果第一版就印了10000册，啊，精装10000册，从海外流通，也回归到大陆。啊，那这是我第一个看到的，没有看到的人可多了。啊，现在因为我讲这部经讲了几年，一年讲一部。啊，这一次第三次超过我的标准，我的标准是1200个小时讲一部。啊，这次已经超过了。
啊，这次讲的详细，越讲越详细，越讲越明白，越透彻，法喜充满了，啊，真正是长生欢喜心。所以没有听的会退心，那么这个心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遇到的人很多，学佛退心的人一定不少，真正听经天天听经不会退心，信心会增长，愿心会坚固啊！我自己是个例子啊，有人劝我，法师，你八十八岁了，一天不能讲这么多时间了，能不能少讲一点，讲一个小时？我说不行，那不够瘾的。啊，他不知道，这个经越讲越欢喜，啊，每一天生活在欢喜当中，你这种人多幸福。啊，欢喜从哪里？从经本上来的。啊，所以他们怎么劝我不会改的。啊，我还是坚持。啊，每一天过快乐的生活。啊，不要去打妄想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此地。